我今天没出门，所以我不刮胡子。我出门刮什么胡子？所以你们平时看我都是那种特别干净啊，穿着西装啊什么那种。咱也是个北京老爷们儿啊，对吧？老爷们儿长胡子，我还有胸毛呢，你知道吗？不给你们看了。刚才有一个，I'm sorry， 对不起啊，我留言说我什么蹭什么蹭什么蹭什么热，别逗我了，谁蹭谁啊？今天一天我都没出门，就在家待着。以前那不可能的，我每天都是要出去溜达什么的逛。水神生成机呢，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小。旺旺水神生成机呢，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、更安心。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？来，中天的观众朋友、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独家享有这个好康，请你上快点购，数量有限，你要买要快。